哎呦呦呦，这是 Kiso and Bridge。谁都知道环法有多红火，此刻他把环法第一次带到中国，每场比赛朝气蓬勃，惊心动魄啊！这可不是无为弄墨，要用实力说话，节奏绝不拖。他开始厚积薄发，最后把墨做到，这辆车实在不简单。Just like the Ike and Super， 都想穿越，想到冲刺王，走我的路，随便你是攻是防，一起出发，慢慢拉开差距，一言不发，我们一把领奖的驾驭。看我们把上比赛成磅礴待遇 ，Sorry， 你又成为花絮。King 级的农村中拔地的，欺负的李白，你的以撒。可他不简单，眼光放到远。中国每个人都期盼，此刻它不简单，哎，此刻它不简单，哎，这辆车不简单，永远走在你前端。把三通二脉打通，箭在弦上随时拉弓，让我的对手在后面追我，都像一群马蜂。我用速度给你打击，开启飞奔百里马力，甩开你和我的差距，学会开始接力打力。加速换挡，最快速度加战场，他们全部都在乱讲，我才不屑那些乱上。就没得渡过了每一个最激烈弯道，往我这里说我是成功人士的参照，要变六频道的不和你讲道理，那都一起去换把中国摔你几万遍，不服气马上别，我不怕天下月，不是三二一准备好，我们都一杯切。Skoda.